大家好，我是效率践行者 Andy。当我们在电脑上使用滴答清单软件进行任务添加时，一般都会通过鼠标的点击来添加任务。通过鼠标去选择具体的任务属性会比较慢。那么，是否我们可以一键添加任务呢？当然有。本视频会介绍滴答清单如何在电脑端一键快速的添加任务。近3个月，我将滴答清单作为自己的 GTD 软件。每天都高频使用，并且将官网的文档都阅读了2遍以上，相关的设置按钮也都全部探索过，对滴答清单的功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。本频道主要专注于分享生活效率提升的知识，主要是通过阅读书籍，并将书籍内容沉淀为容易上手的操作流程。希望大家通过我的视频可以收获知识，并切实的改善生活。日常我们使用滴答清单的时候是如何创建任务呢？是不是创建任务的过程全部都是通过鼠标来进行的呢？类似如下这样的操作。首先，我们找到位于底部工具栏的滴答清单进行点击。第二步，点击收集箱。第三步，点击收集箱的任务创建输入框，创建想要创建的任务，最后回车搞定。例如，今天晚上去盒马买牛奶，回车搞定。按照上述创建任务的流程，一个任务创建下来，鼠标至少得点个十几下，整个创建过程相对来说会比较慢。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比较慢：进入创建任务的流程慢，需要鼠标不断的进行点击。至少需要点击4到5下鼠标才能进入到任务创建框。第二个，任务的描述输入慢。当我们需要给任务添加更多的属性的时候，例如任务的执行时间、任务的标签、任务的归属清单，每个属性都意味着至少2到3次的鼠标点击。那么我是如何提高创建任务的速度呢？通过滴答清单的快捷键，一键进行任务的输入，具体包含了2个方面。不论自己当前正在打开哪个软件，我都可以一键的切入到滴答清单的任务创建输入框。第二，在任务输入的过程中，通过滴答清单提供的5个快捷键，仅通过特定的符号就可以实现任务全部属性的补充。在具体介绍一键全局添加任务之前，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滴答清单。滴答清单的官网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产品的：一个帮助我们提高效率、管理时间的清单应用。简单来说，我是这样使用滴答清单的：我将一些代办事项记录到滴答清单上，然后有空的时候就从滴答清单中选择代办事项来完成。因此，如何快速高效地记录代办事项是使用该软件的重要一环。具体分享会包含如下3个内容：如何进行一键创建任务，如何实现任务全部属性的快速补充，个人使用任务输入的一点小心得。如何实现一键任务输入，我们是使用了滴答清单提供的一个快捷键完成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快捷键是如何进行设置的。首先，打开滴答清单软件。然后通过 Command 加逗号打开软件的设置，然后我们点击快捷键，将鼠标滑到全局操作，设置全局添加，点击全局添加按钮之后，就可以设置你想要添加的快捷键。这里的话，我设置的快捷键是 Shift 加 Command 加 O，是3个键的一个组合。主要是为了避免日常使用电脑的时候误操作触发该快捷键。好的，那么我这里进行简单的一个演示，通过 Shift 加 Command 加 O 唤起任务的快速添加。今天晚上去盒马买牛奶，任务已经添加到了收集箱里。第二，如何实现任务全部属性的补充？我们同样也是通过滴答清单的5个快捷键完成的。首先，我们打开滴答清单
他们加逗号，选择快件的设置，然后我们滑到这个快速添加任务设置这一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提供了5个快捷操作，我们逐个来看：星号表示设置日期，感叹号表示优先级，井号表示标签，破折号表示指定清单，@符号。将任务指派给共享成员，其中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，只有在共享清单下使用 at 才会有效，才会提示可以分配的任务成员。好的，我这边再次给大家进行演示，还是同样的买牛奶操作，我们要具体补充下任务执行的细节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在当前的一个日历，我们要进行一个补充。今天晚上20点，小佳的日常。这里小佳的日常是我和我女朋友的一个共享清单。谁要去买牛奶？我要去盒马给妹子买牛奶。优先级很高，并且标签的话，我这里给她打上的是地点，地点价。这个表示的话。当我在家的时候，这些任务是我可以做的，然后进行一个回车。至此，这个任务就创建完成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收集箱里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任务，因为刚刚有特别提到我们的任务是创建到小佳的日常，所以我们切换到小佳的日常，可以看到这里的第一条就显示了我们要做的事情，要去盒马给妹子买牛奶。第三点。最后的话有2点滴答清单使用小心得分享给大家。第一个，为了提高任务的执行效率，我们可以提前设置任务可以执行的场景。这样的话，当我们空闲下来的话，就可以选择适合当前场景的任务。第二个，开启任务的智能时间设置，提高时间的创建便捷性。首先第一点，任务设置不同的场景。具体来说的话，我当前任务设置了5个不同的场景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分别对应着手机、个人电脑、家、工作电脑以及办公室。当我坐在地铁上的时候，我可以执行的任务其实就是属于手机场景下的。这样的话，其他的任务就不会被我打开，我可以更专注地执行特定的任务。第二点，如何设置智能日期的识别？刚刚其实我们有提到，我们可以加上星号来表示日期的一个指定。但是如果当我们打开了智能识别之后，我们其实不需要额外的加上星号，因为毕竟我们创建一个任务，其实时间这个属性是我们经常要使用的。还是刚刚这个场景，今天晚上去盒马买牛奶，我们可以看到。今天晚上我并没有加上星号，但是这里它也给你直接转化成了特殊的一个字符，表示的它已经识别它为日期了。那么它具体如何设置呢？我们一起来到滴答清单的设置按钮，你是在功能、智能识别、智能识别日期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输入任务的时候就可以减少星号的使用。如果你没理解为啥可以减少星号的使用的话，可以重新再看一下前面我介绍的创建任务属性的5个常见快捷操作。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主要分享的内容。为了提高我们在电脑端创建滴答清单任务的效率，我们主要分享了3个内容。首先，第一点，设置滴答清单的一键全局任务输入。第二点。任务创建的5个关键属性的快捷操作，分别是时间、优先级、标签、清单名称以及任务执行人。最后2个滴答清单的任务输入小经验分享：创建适合自己执行任务的场景，并在创建任务的时候就设置该场景标签。第二个，通过滴答清单的智能日期识别功能，进一步提高创建任务的速度。如果本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希望帮忙点个赞来鼓励我，我后面会更加努力的提供更多关于提高生活效率的小知识。最后，如果你对影片中
我如何做到不用鼠标就实现了软件的快速切换感到好奇的话，可以看我这个影片哦。